失能患者身体不适该如何及时发现？呼吸侦测垫减轻护理人员压力。你不可能24小时盯着它，所以我们长照系统24小时可以提供安全与健康的一个记录跟监控。炎炎夏日，不小心晒伤了该怎么办？如果只是一级晒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芦荟，它有镇静、消炎、舒缓的效果。衣服这么脏，油垢去除伤脑筋，柠檬汁加小苏打粉，终结脏衣的问题。小苏打粉呢，就是碳酸氢钠，它可以去除油垢。柠檬酸通常可以杀菌，而且可以去除水垢、油垢、污垢。老水手廖清敏服务相亲，打造阿公阿嬷英文学习班。You have to keep your young mind。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啊！我到现在为止也一直这样鼓励我的同学们。后青春